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我要帮我姐姐问，图腾身体的，1965年属蛇的。你姐姐啊？啊。哎呀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5年属蛇的。哎呦，很可怜哦。哎呦。很长时间了，对，哎呦，他最早时候发病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最早时候他嘴巴里还胡说的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对话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到了后来慢慢的啪一下子身体就慢慢垮下来了。是的。鼓掌。最早的时候是个灵性上升了，灵性上去了之后开始一直捉弄他，捉弄他，捉弄到最后就开始让他这样了，让他受苦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几岁啊？他现在是54岁。四年，还有四年就要走人了。哦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现在要救他的话，你只能你们帮他担了，帮他念经许愿许大愿，然后放生。其实他活着也是很痛苦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现在看他讲话都不大会讲了，而且大小便经常失禁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这个灵性老捏他的脖子，拉他的头，他经常会抽筋的，经常会自己这样。我讲对不对啊？这个我不晓得。我你们两个都不知道亲戚啊？是。你们良心倒蛮好的嘛。对不起师父。好了，跟他家里人讲一下，家里人不发愿，四年之后一块石碑了。就是我告诉你，我讲人家20年之后事情我都讲得准，10年之后我都讲得准，2年说他准走就走。今天你们记住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叫他家里人狂念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家里人跟他有一个人跟他非常不好，他上辈子做的孽你知道吗？我讲给你听，他是一个男的，上辈子一个女的，他欺负人家个女的，一个女的自杀的，现在死盯着他。这女的头发到肩膀，瘦得不得了，两个颧骨都高出来的，很难看的，经常拿头发绕住她脖子，所以她的脖子永远头抬不起来的，听懂了吗？听懂。这样师父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念经许愿放生呀，求菩萨保佑啊，化解她的冤结呀。这样子小房子要需要多少张，放生多少？小房子1300张，这是第一波。第一波。好吧。放生要4500条。是。好吗？这样子功课呢？啊？功课。他功课是吧？啊，是的。功课礼佛要念5遍，找人帮他念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现在心里都知道，很苦啊，非常苦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现在我讲话他是知道，我刚刚叫他，你看动了吧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你看合掌了，看见吗？你要不要台长救你呀？改不改啊？你话筒给他呀，改不改啊？改。谢谢卢台长。你知道你上辈子作孽你知道吗？上辈子作孽你知道吗？你想活吗啦？想。你要心里要天天念观世音菩萨，知道吗？啊，谢谢，感恩。而且天天跟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我忏悔，我忏悔我过去做错的事情。好。听得懂吗？好。你现在身上经常晚上会有个人到你身上来，你有没有感觉啊？我不能睡，着坐，出不了。对啦，他经常弄你的头。我的手很肿啊，台长。
我想救救我。你头痛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头痛知道吗？你别告诉我你是他灵性哦，我现在已经这个帮人家背了太多了。你好好的念，你一共要念，慢慢的念吧，啊，叫家里人给他念1008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不是一天念的，慢慢念，好吧？好。我讲了对吗？大小便现在不好，腰整个都是弯的，你的心脏有时候跳动自己有感觉，有时候像停止一样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，会喘。你自己要记住了，你自己要记住了，有一个女的经常到你梦中来，有时候当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她好像站在你边上，就是这个女的，是你上辈子欺负她的，你要忏悔，听得懂了吗？好。好，你要改了。你做梦没做到做到过台长没有啊？啊？做到过，做梦做到过台长吗？有，早几天，我梦到卢台长救到我，我就喊台长。你刚救人可怜不啦？跟你说啊，一般的开持法会来几个要命的人，台长一般的法身都会先去救的，否则怎么救得好啊？好，感恩。台长是不是你问他就知道了？台长是不是穿西装来的啦？我梦到是在法会，就是要命，不懂哪一间法会。法会嘛就穿西装的呀。我什么时候法会穿白衬衫来的？你好好的，菩萨救你。好好，你心中要天天念经的，听得懂吗？念心经啊。啊。好吗？心经多少遍，师父？每天念49遍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吧。好的。好吗？那现在。你这个灵性现在告诉我说，他要弄你，把你两个腿弄烂掉。你现在是不是两个腿老烂腿啊？对的，对的。鼓掌。他现在不愿意离开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们记住了，男人现在活在这世界上，不要去欺负女人呐、啊。你要把他弄死了，他死都不放过你的。师父，请师父救我。我救你，我不现在在救你啊！啊，好的。你好好念经，许愿放生，你要花拿点钱出来放生的，听得懂吗？好的。你好像有一个人给过你一点钱的呀，家里人好像留一点钱给你的，有一个人专门照顾你的。有我妹妹。嗯。拿出来放生，慢慢放，不要一下子放，听懂了吗？懂。好了，那个女的经常坐在你床对面一个椅子上，有靠背的。你床对面有这个对面斜对面是不是有一个椅子是有背的啊？房间啊。啊，就是房间。房间没有椅子啊。哎，你的床的对面，床的对面有没有一个椅子啊？师傅，那个是可以坐的，可以坐的。对对对。哎，你家还是我家？我是住给我妹妹的。这个你妹妹的，你知道谁经常坐在那里啦？就是你那个女的灵性经常坐在你身上拉你呀、啊。妹妹的，你妹妹坐在那里就流泪，我讲了对不对啊？对。耶、yeah, 耶、yeah ，好好念经啦。感恩。你4年过了之后，如果这个劫过了，你就可以慢慢的。恢复起来了，做一些化，做一些那个正常的那个身体的那些啊，这个健康的一些疗法、嗯、可能会好起来。如果你这4年过不了，你就走人了，听得懂吗？那个女的要离开吗？她不肯呐、啊，因为你上辈子跟她说的永生有事不离开呀、啊，她记住了。啊，师父。所以不要去骗人呐、啊。啊、师父救救我。现在谈恋爱不能说永生永世不离开的，也不能说海枯石烂不离开的，
听得懂吗？懂，师父救救我，感恩。那我现在给你，我也只能给你加持我，我只能在两年当中不让你太难过，因为你现在腿很痛，腰很痛，还有你的颈椎也很痛，师父可以加持你，让你这些都不痛，好吧？好的，感恩。如果你能听师父的话，家里有人帮你念经，因为你的妹妹和姐姐什么都对你很好的，好的，你如果让他们好好念经的话，到了差不多的时候，等到我明年，我每年新加坡来一次，如果明年如果我看你念得不错，师父就跟菩萨讲给你啊，给你延寿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、啊、感恩观音菩萨，感恩如来掌。好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嗯，没有问题了，师父，感恩观世菩萨，感恩师父慈悲，感恩。好。